啊，我是多伦多第一台的国语节目主持人菲菲，大家好。好，欢迎菲菲。那么她叫菲菲呢，我的马甲呀，大家一定会不会忘记，我的马甲叫响入。连起来，大家一起说，主持人是谁呀？响入菲菲。你这个一上来可不可以含蓄一点？我们下了台再商量这件事。那好吧，那我就不穿马甲了。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海涛。那么非常高兴，我们今天来到了约克 BBS 成立5周年的庆典晚会。是，那因为呢，5年前的今天呢，约克论坛它诞生了。今天是2007年的5月1号，对，那是他5岁的生日。对，对，今天呢，我们要在这里开一个非常盛大的 party 呢，给他祝贺生日，祝约克 BBS 生日快乐。我们看到我们后边啊。年轻的啊，还有我们的西人小姐，还有我们的这中国留学生，他们呢是一个组成的一个中国留学生的乐团，他们的英文名字叫 Throsers 硬化，有请硬化乐队。硬化乐队。You're somewhere in the between. Oh, complete. I revolve around yourself. You and no one else. Hard for me to stay. Annie. 下一首，带给大家一首，希望大家可以比较熟悉的。如果大家知道这首歌的话，跟我一起唱好不好？爱情。36计。是谁说的漂亮女生没大脑，只懂得暧昧和傻笑？你看你说话的表情多么的骄傲，难道不怕我说 sorry get out？ 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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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再一遍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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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掌握遥控器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Rain Carter， 很高兴在这里带来一首 FR2 的青年之恋。神秘灰色的漩涡将我卷入了迷雾中，看不清的双手，一朵花传来谁经过的温柔，穿越千年的伤口，只为求一个结果，你留下的轮廓指引我黑夜中不寂寞，穿越千年好，有请我们掌声欢迎你最热烈掌声欢迎他们给我们带来精彩的舞蹈。Must be dreaming. All I wanna do is get close to you. So many times I see you move, I just wanna move. Chica, oh yeah, baby, I know that bad boy. Don't you stop you from my spot? Cause you know I like sleep when you do it more bad.
们首先颁的是超级版主。对，超级版主是贡献比较大的版主啊。第一个夫人啊啊，夫子，夫子，你想老婆想疯了吧你？夫子。好，第二位是财神宝库。大家好，我是财神宝库。财神宝库，好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小熊，有人也叫我熊队。小小熊，哦。大家好，我是班长。司机班班长。大家好，我是 FRT。你是 FRT， 好。给超级版主颁奖，你认识他吗？对啊，叫得出名字吗？哥们儿。哥们儿。哥们儿，好。绝对不出错的。下，司机班班长，班长。嗯，小小熊，打猎找他。熊哥，打猎找他。嗯，发财找他。财神宝库，发财找他。好，首先呢，我们把他们的眼睛蒙上。你们的任务是把一句唐诗翻译成英文。对。然后可以指定一个美女去猜。对。不要说，不要说中文哦。Parking， 什么 ？Parking？No no no parking。Parking 啊 ，parking， 停。Parking，parking the car，parking。很著名的一首诗。大家都笑了。好，第二个词。第二个词 ，make love。太能说。Sorry。简称。ML，ML， 哎，对，不能说那么直。这是什么诗啊？At night， making love at night。不要转过来，不要转过来。我离你远点。你说是什么诗？不知道。不知道，这不是诗。停车坐爱枫林晚，你看这么有意境的东西被你搞得那么俗。既然回家我会泪下，满城菊花谁的天下，宫廷之上冷眼风沙，生死